哥哥，你看呀，之前你说我做不到，但我已经做完了。真的做完了吗？那床底下呢？床底下吗？床底下有怪物的。周瑶，你就像一只胆小的猫。你们看，是周瑶宝宝。很吓人吗？我在排练。你是笨蛋，我们现在就飞吧。你好，精灵们。小姑娘别害怕，我们可不想吓着你。没错，现在不吓你，回头再吓你。小屁孩，你吓他干什么？我没有吓他，我明明是在安抚他。那是周瑶宝宝。我们怎么能把周瑶弄丢？静静，你不要自责了，我们一定会救他的。在那里，我们快过去。还好他们没带他走远。坐在这里，不要去任何地方。别害怕，我们不吃小女孩，也别担心精灵们，我们吓不到他们。你又吓到他了，这样他的恐惧就会白费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吓唬他？当大水晶完全变暗，黑暗降临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恐惧才是顶级的。顶级的，我喜欢。你确定他不会飞走吗？他不会飞的，要是这些傻精灵不挡我们的道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就行动。不，笑笑，周瑶在他的手上，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才可以。我们得喂他点吃的，看他又瘦又小的，还很害怕。好吧，可怕吗？你真是个小屁孩。小姑娘，吃吧，你得吃点东西恢复体力。好吃吗？有营养吗？富含卡路里吗？恐惧可真是太美味了。把那朵花摘来给我。花？没问题，马上来。这是你的花，闻一闻。好的，闻一下。我讨厌挠痒痒，我特别怕痒。真可恶，你怎么会怕痒呢？静静。我们至少也应该把英雄之剑给他呀。我们在这里等吧，那些愚蠢的精灵绝对不会来的。你才是愚蠢的双头怪。他说的是你。那是马戏团大陀螺。不要招惹他们。看好那个女孩，我会看着马戏团的。嘘。
这是一个挠痒棒，它可以帮你打败双头怪。呵呵。发生了什么？他有根挠痒痒的棍子！天哪，太可怕了！我给你挠痒痒，挠痒痒！快跑，快跑！尾巴！啊！我们的尾巴，我们的脚，快想想办法呀！什么？喷鼻涕！笑了，你挡住我的火了。挠痒痒，挠痒痒，挠痒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天，哇，好痒，哎呀，好痒！别笑了，别笑了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好痒啊！哎呦，好痒！够了！好痒！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。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在精灵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精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精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宝宝，现在不害怕了吧？可以打败你的床下怪物了吗？可以。这个好像是你星期六丢的那只袜子哦。而且床底下也没有藏着小怪物，你自己看看吧，对吧？什么都没有。没有不代表怪物不存在，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怪物的弱点了。我有办法可以对付它。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怕它了。哇，另一个世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水晶亮起。